老板娘，有，哇，都是黑黑的嘞。对啊，那你在干嘛？我拍前面好了，那个我们环岛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几点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6:08。对，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北上，这个西部都没玩了，反正就是东部三天玩完。前方照相，限速110公里。直接赶回台北吗？700公尺，还好沿路没什么塞车。不晓得。目前没有什么塞车了，时速都还100多。300公尺，就是跟着前面这台车跑就好。为什么今天高速公路没有路灯啊？高速公路没有路灯，高速公路本来就没有路灯的啊。哦，是这样哦。你不知道吗？现在才发现。对啊。太夸张了吧。太久没开车了。你太久没开车，这个开车你注意啊。你一直都坐车都在睡觉，你怎么会注意呢？对啊，和一直说我都在睡觉时候没注意啊。啊，你自己开车的时候会注意啊。你还敢讲呢。我就坐车的命而已，有什么不好？坐车的命算是好命就对了。对啊。前面这个是四少了，跟着四少走。四少下来干嘛？来装车。对，下来自己坐自己的车。欸，下一趟跑很远欸，对不对？没办法。那叫车啊。欸，场地问题啊，所以只要跑远一点。对。那他为什么不在台北弄？台北弄？对啊。要场地啊。走右侧斗六交流。那么大的场地吗？台北不是没有那样不用弄啦，台北可以弄太阳能板，但是台北没办法做木座啊。对啊，地板就没办法做啊，所以四少只能跑来南部弄自己的车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，没关系。来到日本，你怎么知道？他都知道我的台词哎。对啊，你的 slogan 被人家用走了。卤蛋很厉害。我们本来就是来到。我们来到日本，原来这个清水休息站的三楼是日本馆，有什么？我们现在吃日本料，那吃握寿司啊，隔壁有拉面啊。北海道水产自烧综合握寿司。我们这个是环岛最后一站。嗯，最后一站吃晚餐之后就回到家了。没错。那吃什么？吃握寿司。随便点的哈。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对对对对对。吃外嗯，对，要带位。走，走走走走。不用你们点餐，好。晚餐点先点心，我用火箭送过来。旁边不要放东西哈，杯子不够，上面可以拿。好。嗯，送过来的。还有那个用火箭，他刚不跟你说用火箭送啊？火箭怎么送？等一下他就知道了。哎呦。你要什么？我要那个啊，对啊，海鲜锦一个、啊。这一个。海鲜锦。它有很多啊，你要哪一种？哦，自烧啊。综合还是什么？这个200元随便的、啊，自烧综合握寿司。自烧综合握寿司。我要一个，确定。你们要什么？自己点。啊，海鲜锦。海鲜锦。要哪一个？这个。有没有自烧啊？哦 ，OK。那换你。他说你点什么就吃什么啊。海鲜丁吗？它就几折而已。对，它就是几折而已。哦，很多哎。然后有的是那个。我们真的来到日本，日本是这样子吃哦。对。没想到休息站的美食也有这个哦。等一下就来啦，你紧张什么？对啊。我叫一个汤。你叫啊。你叫。你会先买个你叫。我帮你叫得了。一个是刺烧，一个是。手真的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吃那个、啊，好。我一次只能点四样哦，好啊，那下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点啊，老板怎么办？点餐。哦，他没那么快啦、啊。没那么快、啊。现在，等一下吃再点。对啊，等一下吃。不够再点啊。不是点一盘那个而已。你再点。等一下再点啊。晚上有吃那么多吗？哦，休了。
这个用大叔好期待小火车。对啊，你要坐里面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你会来。火箭回去了，哦，又来了。这是小孩啊。火箭。哎呦，回去了。火箭送餐。我来了。回去了，好了，就是这样，没什么好拍的。他就是，那是很爱玩。他就是火箭，我没有看过啊，我们去日本没看过这个啊。我们的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，谁的？是我们的吗？是我们的。这什么？哎，这边撞了。撞了的。很重的，很重的，重的。啊，你是讲门重的？三门吧。这好像是200啦。对啊，那还好，一个50。藏寿是好像也差不多这个。差不多。可以哦，这个价钱这样。在休息站可以吃到这个，休息站哦。清水休息站美食。OK， 比藏寿是高一点。对啊，它嫩哦。对啊，它不错。这个不错吃，开始喝酒。那时刚刚那个是什么？那就不错吃。那这个呢？这比我们去蒸鲜好吃多了。可是现在蒸鲜也涨价。那真鲜，那真的涨价，好像41盘。对。对啊。还有这种的呢。那是什么？橘松鲜味。它就是什么每一种都有啦。对，量是多一点。对。多。我想说，这是我的。我的。上次去日本，他们跑去吃海鲜冻啊。喝酒，喝酒。你可以吃哎，好，你要吃吗？你先吃。那你问我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。那你再叫一碗，这一碗给我。好啊。啊。好啊。那还我。等一下啊。这那才罢啦，对不？这比你平常的3点多了。你要把最重要的吃下去了，看到没有？过分！你看，我没有点鲑鱼冻，他送这个来。哪有鲑鱼冻？鲑鱼卵，鲑鱼卵冻饭，冻饭，然后他送茶碗蒸来。结果他送茶碗蒸来，想要糊弄我们。就是味噌汤。对啊。茶碗蒸。对。所以我们呼叫两个都想要吃茶碗蒸，你要重来吗？这是茶碗蒸，这是茶碗蒸，这是味噌汤。你也想吃茶碗蒸？你刚刚讲这是茶碗蒸哦，你讲的。结果机器会搞乱，不是，是里面能搞乱。要安静吗？哦，这个满满的一碗。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。有兴趣哦。很满哦，很满，没办法，很会吃哦，哇，这一家还不错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楼上东西还蛮多的。他有告诉你238卡。这个要吃吗？我吃不下，我吃不下，我。那不是双奇？我吃不下了，我先说。下次好了，走了。没关系，还是下去，下去。啊，没有，我们撑在那一条，忘记。清水休息站的3楼户外阳台，没办法。
我们去日本的时候，他们的休息站都还没这么漂亮。台湾的休息站很漂亮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们台湾的休息站，很漂亮。我觉得应该转了。走了，走了。我们去车上眯一下，眯一下。啊，这要干嘛的？拍照吧，拍照。投钱吗？对啊，投钱然后按按你的敲钟啊。敲，投钱之后敲钟，像这样。在哪里？你准备一条？还要吃吗？我在看呢。去啊去啊去吃啊去吃啊！没有。那咋啦？我哩看这几个。他只是要去确认一下而已。好了，日本观光产物馆，这个三楼真的是全部都来自于日本的东西。看到这个有没有？薯条三兄弟，小朋友的最爱。什么？这个？小朋友抱的。连那个店员都穿着和服。对啊。哦，我们今天为日本之旅啊。对啊，最后一站来到日本观光嘛。对啊。不是环岛吗？环到日本来的。啊。走了。道明古屋要吃什么？我们是在台岛。走。我这个画面很漂亮。已经喝了吧？对啊。哦。这哪一道？二楼三楼。这个是台湾最漂亮的休息站，我们叫做清水休息站。还有一个很大的水。